galakan penghuni dalam rumah makan vegetarian. Kenapa macam makan vegetarian? Untuk virus tak masuk. So macam bila di offer nak try tak lunchbox vegetarian? Why not kan? Kita try. Setiap rumah kita pergi, bukan saya seorang, dengan volunteer ada 2-3 orang, saya panggil kawan. Pergi interview diorang, diorang suka makan vegetarian ke? Kebanyakan India suka makan vegetarian. Penat tapi happy. Saya kasih sponsor dia makan tu. Saya kasih ajar dia makan vegetarian kan. Kiang se zai dan na, ai u keng se ikang ngo. So I wang, i di di le tui dong zai gai. Wa di zhe le so zai, zhi xiang ai ho xiang zu ki. Ni kan, zuan qiu a, zu zhe lang a, i mai dang jiu de ne, jiong zhe le dou li ne, bu duan bu duan ne. Ke a, ke ying xiong, ke ho yong.这就是咱唔通轻视讲啊！我小小这个动作，到底呢会当对人类奉献偌多？真多啦！只要你一念真正的诚恳的心，大家人点滴的心呢，合我来啦，小善嘛会远大去呀！真大个红呢，那那一点啊一点啊，甲滴落去，滴落去，滴过来呢，卖满光满红起来啊！唔通以为讲吼，小恶无罪啊！那点滴累积啊，卖罪恶万贯啊！所以咱拢唔好想讲，一点啊先唔肯去做。咱一定爱做，唔通想讲哦，啊，一出来学念念，我做敢有差偌济？影响足大，所以咱善恶分明啊，政治呢，粒粒都是啊分明的，恶都是恶的政治，善都是善的政治，想要搞恶的政治。做落去，啊，做一挂先呢，来给伊冲掉，无可能。所以有业的时，咱来真欢喜接受。这样欢喜接受呢，才会当消业呐。咱来想，唔肯欢喜接受，迄、那个埋怨的心不断顶塌，一顶一顶滴滴塌落去。经济呢，一言一言直直砍落去，那这都可怕了。所以这个业果啊，只要你有作业，你一定呢都果报。所以《法华经》内底讲，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你做如是的因，因就是经济。那自然你都会当着安尼的缘呢，迄、那个业缘成就，回合的事。那果报呢，一定现前。这个恶，或者是善，就是啊，果报就现前来。受果呢，甘愿。咱若真甘愿的时，啊，过去做诶，啊，这个果都已经现前啊，甘愿啦，安尼呢，咱会较紧完，这个业会较紧消啦，这个报呢，都会当感觉较轻，哦，果是原在啦，报会较轻啦，注意，果报是可怕的啦。但是呢，这个果报虽然是可怕，你若无去做呢，都无有迄个果报。所以这业啊，咱若无做恶，都无恶报啦；咱若多做善呢，都有福报啦。福就是做善来，所以烦恼
是伫心灵吼，烦恼是心灵，那么这个业呢是伫心口，伫咧制作。那么制作了后呢，轨道当然阁是伫心灵。这样，这种的这个业性啊，不断复制，真可怕。所以讲起来，这个烦恼呢，也制作无明血，定杀血，血就是无明，无明就是烦恼。在我们的心地呢，就是无有法水来滋润啦。所以满心的内底呢，拢是迄个定杀，一点仔的风吹一下。或者是呢，有什么物件啊呢？过去，那迄个境界啊，都忘不去。这种的烦恼真可怕，使人呢，对啊，无知或者是不敢做着真多的业，所以这业的力量是真大。善众生啊，善业为重。看咱一个人出世到现在，咱呢，干那伫咱的口中啊，吞噬偌呢真多的性命，伫巴肚底啊，世间。偌呢真多丁勤遭受啊！为着人在口感口福，那么你想，抬了偌呢多的心灵啊？听讲最近伫咧推动在。听起来嘛是真感恩呐、啊，原来袂少人呐、啊，伫咧响应啊，哈、啊，伊伫咧想啊，即回要安怎样来甲伊控制起来？敢若有一项虔诚在戒，人人呐会当虔诚在。是人人的心啊，安尼完全净化，才有法度呢消除大的灾难。啊，是不是啊？做不到呢？只要人人有心啊，无困难。讲要真简单，转一个心念。讲要困难呢，就是因为迄个心量歹转，无想要转，这就是啊，人的心的烦恼无控制好啦，咱若安分守己啊，生活需要偌多啊，你会当活落去呢？只要辛苦，咱的心。量啊，拄啊好，其实无偌多啊。咱要用的物质，会需要偌多的消磨呢？好好惜物、疼物、爱物啊。那其实无偌多的物质啦、啊，但是人啊，就是欠了一份安分守己。所以就有这种心灵会出轨，各位，这拢总是烦恼惑众，无数以来，咱都是安尼一层一层直直卡过来，所以养成了这种呢无知无明的习气，所以再去做安尼的。
咱这当中应该呢，就是爱多忏悔。忏悔，就亲像用水伫咧洗垃圾同款，犯譬如罪，我不断安尼甲大家人讲。所以学佛者日常的生活中，爱时时忏悔，唔只是一天三次。日省吾身啊，咱应该呢爱时时刻刻都爱忏悔心业所作，所以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啊。